和哥们开一间房。咱俩出来玩，你订一间房干啥呀？便宜嘛。你想让我便宜吗？你看我订房的时候，他家就剩这一个大双房了。双双房你不知道是啥呀？咋他家没有啊？有啊。那你有你咋不订呢？我想订啊。我订。哎。睡觉吧。咋的呢？没订着。我睡床上，你睡地上吗？凭啥我睡地上啊？那我陪你一起睡地上。你要实在不得劲，你上床躺会也行。我不得劲儿，我呢？你不得劲儿吗？啊，我得劲儿啊，累挺，腰有点疼。挠挠脚后跟。你看你这疙瘩刺挠有点，我挠挠脚，我挠脚后跟。你问你干啥呀？你看挠脚后跟不得有情调吗？你是不是有事求我呀？是不是？你这么说确实有点小事儿。那你直接说就得了。我要有孩子。啊，这点小事啊。嗯、哥们儿，咱俩纯友谊，你干啥？你看那纯友谊对双方人比要求太高了。我是好人呐。主要我不行。啊！大王，你来抓我了。好姑娘，真漂亮。